Hello， 大家早上好，今天是周六，我刚起床，现在想做一个 celery juice， 因为我刚刚在床上刷 Instagram 的时候看到有博主在喝这个，然后说会 clear your skin， 会有 anti-inflammatory 的效果，所以我想试一下。我也没有喝过芹菜汁，我也不知道这个味道会怎样，但是决定来尝试一下。在网上查了一下这个怎么做这个 celery juice， 然后发现超级简单，只要把芹菜和水放在一起打一打就好了。现在来准备一下芹菜， basically 把它们洗一下，然后把它们头上那些比较老的部分切一下，然后把它们稍微切成哦小点的段就可以了。那么再来一遍。今天的计划呢，就是待会儿先去健身房做一下那个 BBG program， 然后回来洗个澡，收拾一下房间，因为待会儿晚上有很多人要过来玩。晚上我们要办一个 potluck， 就是大家会拿自己的拿手菜过来，然后大家一起吃的这样一个活动。你想尝一下这个什么味道吗 ？No。OK， 那我自己来喝一下。就是我可以喝到那个芹菜很清新的味道，但是这个问题就是我没有 juicer， 这个 blender 里面就会有很多芹菜那个沫子在里面。来过滤一下这个里面的沫子哈。哦，这个是过滤过的芹菜汁，让我再尝一口啊。much better， 就是很清新的那个芹菜的味道和水混在一起，你喝下去有一种自己的内脏都被冲洗了一遍的感觉。你要尝一下吗 ？No。早餐呢，准备做一个燕麦麦片加水果，然后两个人的量，我一般会用两个三分之一 cup， 水差不多煮干的时候呢，就可以出锅了。我会在麦片里面加一点蛋白粉。这个麦片已经差不多冷却下来了，那早餐呢就准备好了，燕麦水果粥加了蛋白质粉，然后这还有个芹菜汁儿。下午一点左右呢，就是我的健身时间。最近呢，我一直在做 Kayla Itzenes 的 BBG Workout， 它是一个三个月的项目，现在我可能进行到第六周左右，目前感觉呢还不错，有明显的感觉到自己的体脂在下降，然后体内肌肉的含量在上升。跟大家讲，我第一天做这个运动的时候，因为我看到书上讲就是30分钟，我当时就觉得啊，30分钟应该很简单就可以搞定吧。结果我做到第15分钟的时候，差一点没有死，因为真的很难做完30分钟完整的训练。但是熬过前面4周之后呢，我就明显的感觉到自己的体力和体能都有上升，所以现在做一个30分钟的运动呢，几乎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了。我很喜欢这个运动项目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就是它有胳膊、腹部和腿部的交替训练，这样你在一周的每天可能练到的部位都不太一样，而且动作也有很多多样性，这样你训练的时候呢，可能就不会觉得很无聊。
我不知道大家，但是我自己呢是在健身的时候非常喜欢把自己的动作录下来，这样之后看的时候呢就可以看到自己动作做的不太标准的地方，而且也会 somehow 让自己去健身房更有动力。我有在我的 Instagram story 里面几乎每天都在更新我每天做 BBG program 的进度，所以如果你们有兴趣呢，你们可以去关注。跟大家讲这个 jumping lunges， 我在最开始做这个 program 的时候可能只能连续做五个，我就感觉腿非常的酸非常的累，但是我现在已经练到第六周，然后我现在可以连续做30个，所以有的时候想一想真的觉得还蛮有成就感的。刚开始这个项目的时候，因为每周要去健身房5到6次，其实还真的很不习惯，因为经常白天很累的时候晚上回到家就不太想动，但是现在想起来真的就是很庆幸自己当初每天有去逼自己换衣服然后下楼去做这个项目，因为的确看到了效果，而且因为长时间的重复，所以去健身这件事呢也差不多成为了一种习惯。现在呢就是越来越享受每次健完身之后那种大汗淋漓的感觉，就如果哪一天不去健身的话反而会觉得哦，胳膊腿有点痒，感觉需要下去蹦一蹦。Cool story. Wings. Oh, buffalo. The spot bar. Yeah. 什么是 white buffalo wing? White buffalo. 来来来，我们来尝一口这个鸡啊！这个鸡是差不多烤。你叫他尝。You don't have to be in there. Just your teeth. 我不要。I'll be in the video. 你看一下，要降级我一定要。So how is the potato? Definitely. Wow, it looks like you're enjoying it. You want to take a bite of the chicken wing? Or the... Do I? I'm going to go with... It's very hot. Careful. Yeah, I can't even hold it. It's too hot. What was that? How is it? Yeah, it's the potato. 大家好，我是于培宇的朋友。好，啊，这是我的朋友酱。他现在吃我做的鸡，他做的鸡很好，但是还是很烫。啊、嗯，好。可以去试一下那个佩哥做的那个鸡。好。好吃吗？有没有特别的 juicy？ 太 juicy 了，太 juicy 了。现在呢，就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超级多汁的秘制烤鸡翅是怎么做的。其实步骤非常的简单，我会在前一天晚上呢，先把新鲜的鸡翅放在清水里面浸泡10到15分钟，去掉表面的血水。浸泡好的鸡翅呢，我会把它们先放在厨房纸上，稍微沾干一下水分，这样待会儿腌的时候呢，会比较入味儿。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放腌制鸡翅的调料了。这里我放了有葱、姜、蒜，还有一些老抽、生抽以及海鲜酱油。哦，对了，还有花椒。那具体的量呢，我会放在这个地方供大家参考。我家的这些调料呢都是非常的基本的，如果你的口味比较重呢，你也可以再加一些辣椒面和13香等等。现在这一步呢就很关键，需要我们把鸡翅呢和这些调味料充分的拌匀，确保每个鸡翅上面呢都充分的沾上了这些调料，这样第二天烤的时候呢就已经非常入味了。现在呢把它盖上保鲜膜，放到冰箱冷藏呢就可以了。现在呢已经是聚会的当天了，在朋友们来之前1个小时呢，我会开始准备这个烤鸡翅。首先呢，我会把这种土豆呢洗干净，然后切成片儿，铺在烤盘的底部。让我们从冰箱里面拿出来昨天晚上就腌好的鸡翅，把表面的这些花椒啊、葱姜蒜稍微刮一刮，然后把它们摆在土豆的上面。刮干净之后呢，再摆上去，这样烤出来的鸡翅呢就可以直接大口大口的吃。然后把烤箱呢预热到425华氏度。在烤之前呢，我会在鸡翅上面稍微撒一点盐，
你也可以再撒一点胡椒，然后呢用锡箔纸包起来，在锡箔纸上面稍微划两个洞，这样让鸡翅呢可以透透气儿，然后就可以放到烤箱里面去烤了。我会用425华氏度先烤25分钟，25分钟之后呢，再把鸡翅表面的锡箔纸拿掉，再接着烤20分钟。这个时候呢，鸡翅就已经开始滋滋的响了。但是在最后出锅之前呢，我还会用烤箱的烤制功能，最后再烤5分钟，香嫩多汁的烤鸡翅呢就做好了。这道菜呢，因为很好吃，在聚会上给朋友做呢，会让大家觉得你好像很会做菜的样子，但其实只有你自己知道，做起来呢是非常简单的。那大家学会了吗？有没有巨型？有没有好吃？有没有质感？有没有那个？哎，你们要不要尝一下？我们尝过了。你们为什么跑这么远？我在这里录像，然后他们两个突然就一跑到那边去。哇，我跟你讲，这个老好吃了，我跟你讲，贼牛逼，贼牛逼，哦，是吗？我要用手拿着。好的，非常好。哎，你这是一个扣子吗？这是可以解开的吗？哦，没有，就是一个啊，哦，我以为这是一个特别性感的衣服，就可以直接从这里解开，并没有。眼睛，根本就没有人，根本就没有观众。你没关系，您还有什么想说的吗？没有了。您对这次聚会还满意吗？非常的满意，非常的满意。您最喜欢吃的菜是哪个呢？我喜欢吃这个大盘鸡。除了鸡翅之外的所有菜。还有韩国鸡。除了鸡翅之外的所有菜。都挺好吃的。对。哎呀，我要上 YouTube 了。请问您今天是刚从一个中式婚礼里面走出来吗？没有，就是出门前随手拿了一件衣服。可能我要穿我的印度衣服吧。哎，你可以，哦，就是今天。好，我觉得你的衣服特别的性感啊，刚好漂亮这姿势。给我送个点子儿。这个叫 all meat， 那个是 cheese。好，现在大家刚刚走，给你们看这边一片狼藉。这边有一堆没有收拾的碗，然后这边还有一堆酒需要收拾，然后现在一点都不想收拾，所以准备先吃一个这个披萨，然后给大家推荐这个 Papa Jones 他们家的这个披萨。超级好吃，我本来觉得就是戴牙套可能咬不动，但他们家这个全 cheese 的这个披萨刚拿过来的时候，热的时候就超级的软，而且那个 cheese 非常的香。哎呀，小狗子，你今天是不是玩嗨了？这么多人，跳完这个跳那个，抓完这个抓那个，舔完这个舔那个，你是不是特别开心？你今天晚上可以睡个好觉了哈。啊，你为什么还这么 energetic？ 天哪！